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加航官宣今起涨价 ，BC 省总工会重回谈判桌；加拿大企业购得格陵兰岛稀土开采权；中等收入家庭成通胀最大受害者；全球最大冰盖加速融化。经济专家指出，九月加息将提前结束。欢迎来到 SG 新闻空间站，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三，我是 Ashley。热点资讯一站锁定，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加航官宣今起涨价。近日，加拿大航空宣布的一项新规，这条新规的适用往返航线包括美加至南美洲、欧洲、中东、非洲、亚洲、南太平洋。新规称，从8月13日开始，除了加美航线以外的国际航班，经济舱乘客将加收第二件计舱行李费，收费标准为一件100元。而同在美洲的航线也需要增加计舱行李费，具体收费标准为美加两国飞至加勒比海、墨西哥及中美洲的国际航班加收第一件行李费30元。根据加航网站的最新通知，航空公司已针对8月23日及之后出票的经济舱、个人及团体机票修改了托运行李政策。这里的经济舱机票包括了 Basic、Standard 或 Flex 票，这三种机票的主要分别在于可退换和改机票等是否另外收费。这项规则毫无疑问的，对于加拿大华人本就受疫情影响的航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接下来为您播报加国新闻。BC 省总工会重回谈判桌。经过一周多的罢工，代表 BC 省约33000名公务员的工会将回到与省政府的谈判桌上。BC 省总工会的成员于8月15日起发起罢工，要求工资保护以应对通货膨胀和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BC 公共服务机构邀请 BCGEU 在周一晚上恢复谈判。根据工会周二的一份声明，谈判有望很快恢复，而就业行动将继续保持压力。该组织表示，由于双方已同意，媒体和成员通信中断，因此不会发表更多评论。这一消息传出后，酒吧和餐馆老板以及私人大麻商店都报告说，酒精和大麻的供应正在减少。罢工影响了政府运营的配送中心，工会与公共服务机构之间的最新集体协议于4月1日到期。BCGEU 要求工资每年增加5%或通货膨胀以较高者为准。根据 BC 省就业部长卡隆的说法，该省向工会提出的最新货币方案将使该省就业联盟成员的平均工资在3年任期内增长10.99%。加拿大企业购得格陵兰岛稀土开采权。加拿大一家稀土加工企业购买了格陵兰岛稀土矿的勘探权。稀土是一组矿物元素的总称，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电子产品、机器人和其他机械的制造需要用到这些矿物。中国目前在全球稀土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加工的稀土约占全球总量的85%。但是需求的激增正促使企业寻找其他来源。总部位于多伦多的稀土加工企业新性能材料公司星期一表示，该公司计划开发位于格陵兰岛西南部的萨法托克矿床，然后将矿石运往东欧爱沙尼亚的工厂。这家公司是中国以外仅有的两家高水平加工稀土的工厂之一。新性能材料公司的目标是让矿山在2到3年内投入运营。这将是这家稀土加工企业首个大型采矿项目。首席执行官卡拉亚诺普罗斯表示，他希望通过涉足采矿来保护公司免受稀土价格波动的影响。近年来，由于供应中断和强劲的需求，稀土价格飙升。卡拉尼亚普罗斯表示，这个决定事关商业而非地缘政治。中等收入家庭成通胀最大受害者。近日 TD Economics 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3个月加拿大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人群并非低收入家庭，而是中等收入家庭。中产阶级的家庭面对的通胀率平均为 8.1%，是所有人口统计数据中最高的。相比之下，加拿大统计局上周的报告称，7月份的整体通胀率为7.6%。
TD 的报告作者 James 和 Renella 写道，这种差异源于加拿大人的开支结构不同。对于中产来说，交通和食品是他们的钱包缩水的主要原因。这两个类别恰好是推动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涨的一半。TD 表示，加拿大中等收入人群在交通上的支出高于其他群体，占其预算的近20%。交通运输的成本一直在飙升。统计局表示，七月份汽油的价格同比上涨了35.6%。由于供应链问题和半导体短缺，新车的价格飙升，而低收入家庭在交通方面受到的影响并不大。全球最大冰盖加速融化。随着气候变暖，南极洲西部的冰层正以惊人的速度融化。与之不同的是，人们认为东南极冰盖能够免受海洋变暖的影响，因为这里靠近冰架的寒冷而稠密的海水为它提供了保护。一项研究发现，风向转变和洋流转向正在将暖水推向东南极，加剧冰的融化，致使东南极的冰质量以惊人的速度减少。研究人员表示，这项8月2日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上的研究表明，若本世纪全球温度升幅超过2摄氏度，那么东南极冰盖会加快融化，到公元2300年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约1到3米，到2500年上升约2到5米。基于人口和海拔高度的研究显示，如果海平面上升1.5米，全球36个被列入最容易被海水淹没的高危城市中，温哥华名列其中，在第19位。一旦海平上升1.5米，温哥华大部分海岸线将被淹没，包括固兰湖岛和温哥华博物馆的景点无一幸免。经济专家指出，九月加息将提前结束。多伦多独立经济研究机构 Rosenberg Research and Associates 的创始人 David Rosenberg 近日接受《金融邮报》采访时称，加息结束的时间比市场认为的要早，明年加拿大将陷入通货紧缩。Rosenberg 指出，加拿大已经处于实际衰退中，他认为第三季度的 GDP 可能仍有微增长，但是国债收益率曲线等重要指标显示，加拿大第四季度的 GDP 将出现负值。他同时认为，加拿大和美国的通胀已经过了峰值，现在价格已经回落，包括油价、工业区、金属和木材等。货运价格实际上已经回落到疫情之前2019年的价格，生产瓶颈正在削减，经济明显放缓。 Rosenberg 还指出，加拿大央行的工作仍然是维持通胀目标，所以未来12个月情况会发生逆转。至于今年剩余时间央行将加息多少个百分点， Rosenberg 认为加拿大将会向美国看齐，九月的加息幅度将减至50点或25点，本轮加息就此结束。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看，这里是 SG 新闻空间站，我们明天见。